《镜周刊》啦，《民视》啦，《三立》，反正、哎、他们最爱你耶，不是，反正当初最有台湾价值當。当初我说我们要挺民进党2019年嘛，抗中保台嘛，香港、欸、嘛，对啊。好哇，三立民视，三立民视自由就把它写成英雄，台湾英雄，啊，苹果、欸、一电视，欸、我这是英雄，台湾英雄。然后我现在开始说，欸、你们这些他妈贪污仔、欸，你们这些还接政府标案，然后我现在变成割韭菜的商人。